OK，来准备 <coughs> 两个指定的动作。第一个，喝一口水，润 <coughs> 喉了之后，来三二一，Go！十一月二十七日，你好，我是为你解读头条的蓝志峰。今天呢是星期五，也是十一月份的最后一个星期五。 那么下个星期呢，我们将迈入二零二零年最后一个月份，就是十二月了。今天呢是行动管制令的第二百五十五天。不过啊，今天的重点呢，并不是疫情，也不是行管令进入了第几天，两百五十五也好，两百五十三都好，其实这些都不是重点。重点是财政预算通过了，OK，财政预算通过了。那么财案呢？ 是在声浪表决，就是 Undian Swara 的方式之下，在昨天下午被通过了。那么它的通过呢，并不是大家所想象，或者是西蒙支持者认为的，应该要以记名的方式来表决，就是 Undi Blok 或者是 Undi b l a b a g i 并没有所谓的 Undi Blok、Undi b l a b a g i 而是 Undi Swara。 那么，温迪刷蜡的方式呢，就是通过议员表示，通过他们的嘴巴，通过大声来表示说你是支持和反对，你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立场？通常呢，主持会议的议长都会讲：“阿里阿里，杨不尔好嘛？杨不尔是嘟嘟嘎达是嘟嘟，杨滴达、不是嘟嘟嘎达滴达。通常呢，就会嘟嘟滴答，嘟嘟滴达。那么，就算是在这个声浪表决的时候。 滴答，他声音超大，大过这个 studio。通常议长都会讲，ma ga le b e s r a studio，让文当文当 x y z 呢啊，studio 感。通常呢都是这样，所以这种声浪表决其实是没有什么意义的，它只是一个程序而已，就是让政府的这个法案呢通过。 那么，如果真的要进行表决，如果真的要在这个国会的这一个呃会议记录上记录你的立场的话呢，那么反对党议员或者是任何的议员都可以站起来要求 u n 布拉巴哈 a 那么他基本条件呢是十五名议员站起来，OK 站起来要求的话，那么他们就可以了。OK，那么就是在这种情况之下。 就是 Windy Blah b a g o、okay, k 好。那么今天的个语文报章的头条呢，都是裁案被通过的新闻。其实也没有什么比这个更大的这个新闻，除了一则就是一代球王马拉多纳逝世的新闻。OK，所以今天的关键词呢，就是裁案就这样被通过了。那么不少的朋友啊，尤其是西蒙的支持者，对他们来说。 裁案以声浪的方式通过的话，简直是反高潮，是波动性。那么昨天的主编点新闻呢，我就以放水来形容这一次的这个决定，就是西蒙做出这个决定，没有坚持反对的这个立场，就是在这一个恶毒表决的时候呢。但问题是，为何西蒙要放水呢？ 是不是因为反对党领袖安华没有办法凑足人数，担心记名投票的时候不小心把自己的这个底牌给露出来了呢？告诉大家说，哦，原来你并没有获得足够的支持，那么这个做法可能会影响到你接下来要争取要成为首相。不管是西蒙也好，还是安华都好，他们都打了一张烂牌。西蒙的解释啊。 这一些领袖的解释，不管是西蒙的国啊，不是西蒙，是行动党的国会党边，陆兆福，还是公正党的副主席郑立康，他们在自己脸书的这些辩解呢，在下方的留言区呢，都面对很多支持者进入那边洗版，进入那边指责他们、谴责他们。所以呢，西蒙这一次，他们遭遇到的这一个支持者的这个反弹呢，是非常的大。 是非常的大哦，那么好，我们来看一看哦，今天的这个看看朋友们的这个留言。OK，Ken、okay, h o n g 什么叫做记名投票？可否解释一下？OK，刚才我已经解释了，希望你有听到。那么，Evan e w i n G 兄讲说，现在骂声连连确实是对。那么，Ken h o n g 讲今天的声呃今天的这个声浪不大。OK。 太小声了，现在的声音 OK 吗？现在我的这个声音 OK 吗？如果还是很小声的话，就让我知道哈、哦。我声浪很小，OK，OK。OK、OK, 小编现在声音 OK 哈、OK,？OK，OK、OK。我的这个小编告诉我声音 OK 了，如果不能的话，我就要喊，啊！哇哦 OK，喊的话就不好咯喊的话就有点影响形象吧，对不对？OK，好，那么现在我们看一看。 呃，我这里的这个网民们还有什么样的这个一些意见？OK，好了，哎，OK 了，这个好比 OK，这个是 Tion 是这样读吗？Tion 到底西蒙怕什么？安华不可，安华不可靠了吗？OK。 那么其实西蒙的立场，根据官方的立场和官方的立场，所谓的官方立场就是安华的立场。然后这个啊，陆兆福的解释就是说，他们是反对这份财政预算案的。OK，他们都是反对这份财政预算案的。但是，但是之前国家元首已经出声了。那么如果他们在这一个昨天是进行政策的这个表决啊，是啊，policy。 policy 的这个阶段，那么其实法案呢，通常都会有三读，一读、二读跟三读。一读的话呢，就是那个负责的部长，负责的那个部门的部长就会念出那法案的名字。念完了之后呢，就进入了这个二读。那么来到二读的时候呢，就会辩论这个法案的这个大的它的这个框架，然后它里面的一些主要的内容是主要的内容而已，并没有进入到每一个条文。 那么进入每一个条文的时候呢，是来到，bringa j o a d a n a s o k 就是委员会的阶段啊。那么在委员会的阶段的时候，就可以针对每一个条文、每一个遣词用字，就可以针对那一些，呃的这个用词啊，或者是更细的东西进行辩论。那么完了之后呢，就是三读。那么三读通过的话呢，这一份，呃，法案就算是通过，就在下院通过、哦。 下院通过之后还是不能够执行的，因为下院通过之后还要搬上去上议院，那搬上去上议院也是走同样的程序。那么上议院通过了之后呢，还要交给国家元首让元首预准。那么如果元首不予准的话，三十天之后呢，啊，这个法案呢就可以当做生效了。然后它必须要在线报上颁布。所以这个呢就是啊、呃、法案从制定到通过的这一些流程。 那么，呃，在昨天呢，其实很多朋友们，包括现场采访的媒体呢，都认为说，这一个财政预算应该会经过非常激烈的这个辩论，应该会有布拉巴吉，就是以记名投票，就是看看。 到底多少位议员是支持，还有反对这份财政预算案的？但是结果这些东西都没有。那么西蒙给出安华、啊、陆兆福啊，或者是其他人，包括郑立康，那么给出的解释呢，都没有办法让他们的支持者感到幸福，就是拜他们的这个 idea。那么看来呢，西蒙这次打了一张烂牌。那么这张烂牌能不能够在下个星期？ 当裁案进入委员会阶段的时候呢，来扭转这个局势啊，这一点是很重要。OK，那么在进入马来报跟英文报之前，我们来看看中文报的这个封面哦。比如说新啊，所有的这个中文报的头条都给了裁案。比如说今天《新洲日报》的这个报道哦，他就说：“吵闹声中用声浪表决，裁案二读通过，提 EPF。” 守户头一万令吉，来应急，会员皆能申请。OK，这是《新周日报》。那么接下来呢，就是《东方报》，简单明了，才案声浪表决通过。OK，《中国报呢》呢是有惊无险，第一年。OK，然后旁边呢就是这个了哦，博彩纵场改内容，才案预算案通过。 而同样以财经为主的这个《南洋商报》呢，它的封面题还是这一个财政预算，它就说木有丁轻松过关，财案通过。OK，就是这个。然后它下方呢是这个关于国会的这个照片。OK，这是《南洋商报》。那么除了这个中文报之外呢，我们来先看，我们就看看马来报跟英文报他们是如何塑造这一个大新闻的。 西那哈连他的头条是：，belanjawan lulus s l e p a s 8 juta hakli d i b e n a keluarkan dari KWSP，草案通过了，八百万会员可以领取公积金局的这个存管。OK，那么他的这个焦点呢，西那哈连的焦点呢，是把 EPF 会员把它搬上来封面，就是之前。 国政，特别是乌统的一些特定的领袖，哈，一些特定的官司派系的，就是不满穆尤丁派系的这一群人呢，就不断地提说，你要乌统支持财案的话，你必须要满足两个条件。第一呢，就是 EBF 能够拿一万块出来；第二呢，就是 Moratorium，就是延长偿还贷款。那么现在这两个条件呢，其实国盟政府都已经答应了，西南海岸就把这个 EBF。 的这一个最新的进展跟草案绑在一起，然后呈现给大家。这个呢是乌统之前不断施压，如今丁丁政府同意了。OK，它的封面图呢就是财政预算通过之后，那么木鱼丁和国盟议员比战的这一个手势。OK，那么布里达哈连，布里达哈连同样，诶，在还没有进入布里达哈连之前呢，我们来看啊、哦，这里有有两则的次文。 第一则次文呢？诶，这个呢，它放在封面的这一个新闻预告，我有点意外哦。因为这一则呢是中国驻马大使白天，他已经完成了他三年的这一个任期，那么他现在已经是回到中国了。OK，那么他在临走之前呢，就拜会了国家元首还有手下。那么这一则呢，是他前往国家皇宫跟元首道别的新闻。 那么它的标题是阿公哈嘎一雄帮安白天阿鲁阿鲁嘎 brazilian v e x i n e m a l a y s i a china 元首感谢白天的贡献欢迎马中疫苗的这个协议那么还有另外一则呢就是马拉多纳去世的这个新闻 ok 这个就是西南海岸今天的封面头条 b r i t a harare 呢就是布兰加湾 d u o p l o d u o p l o sadu lulus ok 二零二一年才按通过那么 这一个草案通过的新闻呢，刚才都已经提到了哦。那么这里呢，它有两则的这个封面字文。第一则呢，就说 Johanda Bako 马加南可把它拉呀给他特看 das di Singapura，柔佛向滞留新加坡的大马人派送食物。OK，这个是跟疫情有关的。那么第二则呢，就是 Kedua Cindy ke Benyudaban antara empat lagi ditahan case serang dua anggota。 PGA，再有四名涉及攻击警员的走私集团分子被捕落网。那么这四人当中呢，包括一名是这个走私集团的首脑。那么这则新闻呢，其实在过去两天呢，在《马来报》是获得广泛的这个报道，因为这两位警员呢，在执行任务的时候，那么就被这些。 走私集团的人士，他们发动袭击，然后就把他，就就这两位警员，一名呢就在执行公务的时候殉职了，另外一名呢身上中了很多枪。OK，那么布雷达哈 n 他今天的这个封面图呢是东古扎夫在国会的照片啊。OK，我杜善，我杜善同样的。

EPF 跟公积金局提款绑在一起，而这个呢，就把这个财案二读之前财政部长提出的一些新的一些措施，把他们给绑在一起，就是有更多的解决民困、舒缓人民财务压力的这个政策。OK，嗯，那么它的次文呢，有这个马拉多纳的新闻。OK，还有呢，就是嘎瓦兰神巴旦，就是这个。 高兰森巴丹达，波勒布格拉塞洛不能够单独的进行这些边界的管控、边界的这个巡逻。它的意思呢，就是要有效的去管理我们的这个边界，就必须要有更多的部门一起联手来进行这个工作。而这个呢，就是一名警员殉职之后所衍生的课题。那么它的封面图啊。 就是这个木约定出席裁案表决的照片，他的这个他的音质吧，OK，The、OK, Star，The Star，他 Star, 的焦点呢同样是放在。 Relief for the people，减轻人民的负担，就是草案通过。那么为什么草案通过呢？因为草案里面有很多减轻人民的负担。那么他就把焦点呢放在草案调整后的各项减轻人民压力的课题，比如说 EPF 能够提款一万令吉，医护前线人员获得额外的一次性三百令吉补贴，然后放宽 B 四十微型企业跟 M 四十 moratorium 的这一个措施。所以这一个就是。 今天的这个头条，那么它的这个封面图呢是比较广的，这个东姑扎夫鲁提成才案恶毒的新闻，它的这个照片。OK，NST、okay, 哎，NSC，NSC 很特别，NSC 它的这个。 标题是 budget pass，才案通过了，但是它的封面图哦，跟其他报不同啊、哦，其他报呢都把封面的图给了国会，但是他把封面图给了前线医护人员，他没有选择国会的照片，反而是前线人员互相举起高手的这个照片，似乎在欢庆的这个姿态。那么他带出的呢是裁案与抗疫对抗疫情的这个重要性。 这份裁案通过之后呢，其实严格来讲说，它并没有一百八天的通过，它只是在政策性的这个阶段通过而已。下个星期呢，会进入委员会的阶段。那么，他就把这个重点呢放在，裁案当中呢对抗疫情的一些措施，还有提振经济的这个措施。所以，我们可以很明显的看到说，《英文报》呢，它关注的呢是裁案内的这一些。 舒缓民困的一些措施，比如说 NST，然后比如说这个 Relief for the r c k y a 里面念出了一些它的这个新的措施。还有呢，就是这个马来报同样的，比如说这个新奈哈叻，它也是类似这个焦点。那么最后一份的呢，就是财经日报 The Malaysian Reserve，OK，、okay, 它的焦点是 Swidden Budget Pass。 Policy stage 修改后啊，这个裁案通过了，通过了这个政策阶段。那么它的封面图呢是通过 z a f r o r 为部门总结时的情况，所以这个呢就是今天各报的封面头条。那么这里的话，一点点的时间来讲啊、哦，就是每一份报章呢都有封面跟封底嘛、哦，哈，这个就是封面，这个就是封底。OK。 几乎所有的报章的封面跟封底呢，都是马拉多纳的新闻。OK，《球王马拉多纳》，因为封底呢是体育版嘛。这个呢是《The Star》封面。OK，封底。这个呢是《n s t 封面，封底马拉多纳。OK，都是马拉多纳的这个新闻。同样的，西纳哈里安跟这个啊乌杜善也是，他们的封面是这个封底。 马拉多纳，OK。那么另外一份呢，《b r i a d a Harian》，它的封底也是马拉多纳，OK。这个呢就是今天《马来报》英文报的这个封面头条。不过呢，这个的《Malaysian r e v e 它的封底呢并不是马拉多纳，它封底是体育新闻，但不是马拉多纳的新闻，而是一名赛车手的新闻，OK。 哦，好，我们来看一看啊、哦，网民们的一些留言。OK，Ken、okay, Chong 讲说，西蒙昨天忽悠选民，大家啥啥等看戏。那么其实昨天中午的时候啊，线上在看，在同一个时间看国会直播，看这个表决的来来去去。如果各个根据各个不同的这个平台的话呢，差不多有超过十万名马来西亚的人呢。 在盯着他们的电脑，或者是盯着手机来看财政预算案到底会不会被通过。如果通过的话，它的模式是怎样？如果被否决的话，它的模式又是怎样？但是结果出来的呢，就是 b o t t o steam，就是反高潮。OK，好，这个吴基吴基贯讲说，重点是盯钉政府稳了，对吗？ 啊，目前这个角度来看呢，钉钉政府应该是稳了。对他来讲说，只要他搞定乌统的话呢，那么他的政权呢就会稳定。那么国盟政府或者是钉钉政府，它的这个不稳定的因素最大的来源呢就是乌统，因为乌统不断的施压土团党，要求很多政治上的这个资源，而土团党呢不太愿意满足乌统提出的这一方面的这个资源，所以。 在这个财政预算案当中呢，钉钉政府已经满足了吴董提出的两项要求。第一呢，就是公积金局的会员能够提一万令吉；第二呢，就是 Moratorium。这两个东西，钉钉都满足他们，反而钉钉没有满足西蒙在这个财政预算案期间所提出的六个重点。这些呢，钉钉政府都没有满足，所以。 西蒙为什么会在昨天的时候没有以记名方式投票？是很多他们支持者都不了解，难以想象。就算是对方给了理由，因为之前这些西蒙的领袖就说：“你钉钉政府，你没有同意我我列出的这六项。” 呃，条件，那么为什么我要支持你？你不，你不满足我的六项条件的我就不支持你。但问题是，对方没有满足你这六项的这个条件，六项的这个诉求。那么你在表决的时候，虽然声浪表决有讲滴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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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重点呢是声浪表决的游戏规则呢都是同意的声音取胜，就算同意的声音很小，那么通常。 议长呢也会说，马勒说都是这种的标准的作业模式。OK，Then c o n t r 跟抓讲说，西蒙在做每一个重大的决定后，应该第一时间快速的发发啊，快速的发文告让支持者了解他们的动向和立场，迅速的给予支持者知道立场的原因。 别等网民在网上谩骂发酵之后才来进行归宿出面解释。OK，那么 Dan，啊，这个是 Dan n r u 抓的你的这个意见，相信西蒙吸取经验、吸取教训了，这也不是第一次了哈。OK，哦，还有另外一个是啊、呃，这个 Tion Tion Hobie Tion Hobie 讲 b 不 t o n k i c k 为什么是 b 不 t o n k i c k 呢？ 我觉得是不懂的嘛。OK，好，那我再看看网民们还有什么样的这个利还有什么样的这个留言。来，我来念出你你的这个留言哦。OK，哦，Johnny Johnny 称讲说西蒙全部变成树头乌龟，怕死。OK，还有另外一讲说通过了之后，之前的骂战变成了笑话。好的，OK，确实如此啊。明。 这些西蒙打出了一个烂牌，哎，安华不可靠了吗？现在啊，西蒙在这一个课题上，他并没有拿到分数，他反而丢失了很多的这个分数。那么这一个对西蒙，其实还有另外一个重点哦，没有被提出来的呢，就是西蒙他的这个共识的精神已经受到冲击了。 昨天有十三名国会员站起来要求布拉瓦吉，那么其中有整七到八位呢是诚信党的这个议员。那么为什么诚信党会出现两派呢？一派呢是支持这个谁支持马哈迪的，所以昨天站起来的呢都是支持马哈迪派系的。另外一派呢就是跟安华选择跟安华在。 站在一起的。那么诚信党现在呢？他们因为选择安华或者是选择马哈蒂而出现了这个分歧，而这个分歧如果没有很好处理的话，诚信党它也有分裂的这个危机。之前啊，雪州就已经有两位诚信党的州议员阿顿跳槽到。 公正党了，那么其实它背后带出的呢是诚信党内部的这个分歧，到底他们要选择跟安华在一起呢，还是倾向马哈迪？这一个这个课题呢，诚信党似乎还没有一个很明确的这个立场。那么其实呃，这个行动党内部也有出现这个的这个分歧，不过呢，行动党内部对于要选择安华还是选择马哈迪，它的这个分歧呢？ 并没有浮上台面，它是在一个可控的这个范围内去处理这些课题。OK，好，那么最后的再看一看呢、啊，网民们还有什么样的这个意见跟留言 o k o k w u z i was i g o n o k 谢谢男主编的这个详细的解答。OK，希望你能够解答到。 大家的这个问题，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我的这个看法。那么简单来讲，我还是认为西蒙在这一次裁案的通过中放水，而这个放水是很明显的，是故意的这个放水。那么可能他们的放水目的是要把这一个战场挪到后面，但是这一个西蒙的这个动作呢，并没有获得他们支持者的谅解跟明白。 他们认为说这一个做法呢是不应该的。那么，就算西蒙议员站起来反对的话，这也是西蒙过去一直以来，当草案还没有提成的时候，已经表达了这他们对这份草案的这个期待。那么，为什么在这个关键表决的时候呢，会出现 bottom steam 的情况？难道真的是担心说？ 这个裁案如果被否决的话，那么他们要承担很大的这一个历史责任吗？那么其实不需要的。OK，那么还有另外一个课题呢，就是物统的这个立场。那么过去的几个节目当中呢，也有解释了，所以暂时没有新的一些看法，因为没有新的进展，所以就没有新的看法。我还是维持我之前的这个观点，就是物统现在是分裂成。 两大的这个派系，一派呢是要跟丁丁政府合作的，要跟丁丁政府一起，要跟国盟一起的；而这一派呢是以国政总秘书兼联邦直辖区部长阿诺穆萨为首。另外一派呢是对土团党、对丁丁很不客气的，一直施压的。而这一群人士当中呢，可以把他们细分成三派：第一派呢就是官司派，就是 Cluster Magama，、ah, 就是有官司在身的，比如说。 前主席纳吉，现任主席在哈密迪，还有这个阿马马斯兰乌统的总秘书，这是第一派，官职派。另外一派呢，是没有官职在身的，OK，他们是没有官职的，因为没有官职，他们就不需要太多的这个顾虑，这是第二派。第三派呢，就是落选派，就是上届大选五零九的时候落选的这些领袖。 那么这些领袖呢，相当大部分是来自柔佛，而且呢，他们的声音也特别大。刚好穆一定来也是来自柔佛。比如说，这些乌统的落选派呢，就包括了乌统的前柔佛主席卡里诺丁，他也是现在乌统的这个副主席。那除了卡里诺丁之外，还包括了诺加斯兰。诺加斯兰是前内政部副部长，他是乌统柔佛的，只是柔佛呀、啊，是乌统柔佛的这个署理主席。 卡利诺丁呢是全国的副主席，啊，这一些人，这些三大派呢就是官司派，然后没有官的派系无官派，还有落选派，那么这三大派呢就结合起来，不断向丁丁还有向国盟施压。OK，那么这个呢就是乌同目前的这个情况了。OK，好，谢谢你的这个收看。OK，我们下星期一再见，拜拜。Bye.